公视神来晚餐每集带你拜访一个家庭，并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做客。谢谢你推荐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拜访的是女主人，来自坦桑尼亚，目前住在林口的一家人。Lilian 中文名字叫丽莲，她的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坦桑尼亚人，从小在坦桑尼亚长大，直到高中全家才搬到美国。莉莉安目前主要负责家里三个孩子的自学教育，同时也照顾一家五口的生活起居。你知道吗？你们台湾人最厉害啊！我就这种刀子最有用，因为那个力量都在后面，可是这个力量在这里，可以切得非常好。莉莲想邀请的来宾是 ，Yes， 我要邀请舒米恩。这个家的男主人黄德健，老婆和朋友都叫他 Ken。过了花甲之年的他，二度就业，重新回到老本行房地产中介，又重操旧业。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好认真工作，现在是来赎罪的。德健想邀请的来宾是谁呢？许芳怡。莉莲和德健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主恩，也可以叫他 Joseph， 平常喜欢打赤脚，偶尔就懒得穿鞋就跌出去了。我有一种夏天很怕的，走一段就站在树荫下一下再走，或者是用跑的也比较不会烫。十岁的时候做的。主恩想邀请的是，还蛮喜欢那个 Elon Musk 做的一些他研发的一些东西。排行老二的是佳音 Anna， 她最喜欢的就是小动物跟小朋友。Good girl， 妈咪，几乎每天吧都会跑过来跟动物玩。啊，嘿 ，Come for me。Are you scared？ 佳音想邀请的来宾是谁呢？我应该要邀那个 Doris Brown 彭蒙会。这个家的老幺天心 Lydia 是一个喜欢画画的小女孩，好玩呢。你看一次可以做多少的东西啊？她是我们家的开心果，她就是很有创意啊，然后会常常会搞笑啊。这次天心没有特别想要邀请的人，很多都市人都有一个东漂的梦，德健一家人也一样。2012年，他们从台北搬到台东，在都兰及成功生活了9年多，但在台东赚钱的机会并不多，因此他们一直靠着积蓄过日子。我的财务状况已经来到我结婚以后最糟的状况。9年多下来，原本1000多万的积蓄几乎都快花光，最后他们为了生计，同时也考虑三个孩子，到了需要向外拓展的年纪，于是2021年决定离开东海岸，举家搬到林口，打算在北部谋生。但是莉莲并不想离开东海岸，心里想我要永远留在这里，因为我就是乡下的人，离开天堂怎么活下去呢？可是我知道我就是跟着先生，就是符合圣经的原则。而这次搬到林口，德健再度重返房仲业，他已经63岁了。要不是我有三个那么小的孩子，需要有我再回到职场，其实我没有那种动力啊。我现在其实比较重要的考虑就是活下来就好了，不管什么案子我都做。几乎户户都采光，非常明亮，一进来的感觉很舒服。从台北东漂到台东，又从台东北漂到林口，德健一家人会遇到哪些挑战呢？来宾上门前，我们先来看这家人的故事吧。30个，对，所以 10 10 10， so 5 5 5。我在做肉桂卷，因为我们在台东常常做。Yes， 我的拿手的 dessert。小时候妈妈哇，她什么都会做，所以她做的比我好很多。她会放葡萄干。今天晚上有那个读经会，让他们吃。
德建这一家是个典型的基督教家庭，每个星期四晚上会跟朋友聚在一起读圣经。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神弃绝了以色列人吗？神弃绝前几个礼拜都还是去他家聚会，那我刚好现在回来美国，就是我们在他们家，我们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像一个那这个都市版的都兰生活。他今天头发好整齐哦，你今天头发很整齐，这个因为平常会这样子。佳音和天心姐妹俩都有满头浓密的头发，可是妈妈莉莲却总是顶着大光头，因为一直以来莉莲有一个困扰她多年的健康问题。我从老大开始喂奶的时候就开始掉发一点点，然后又怀孕又长回来，然后又喂奶又多一点，最后老三断奶以后就没有长回来。这个就是一个 autoimmune disease， 然后叫 alopecia areata。因为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莉莲在饮食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需求和限制。autoimmune disease， 我要加油，所以这些可以有可能会对我的身体有过敏，像菜、麦子之类的，最好不吃。可是因为我太爱面包，所以会尝一尝。Break time, you know, break, 休息一天。But 基本上 ，I will eat 肉，牛肉 or 蛋之类的。莉莲需要多摄取高蛋白质，少碰淀粉。但三个孩子偏偏喜欢淀粉类的食物，而德健又只爱吃鱼，所以每一顿饭他都要细心的搭配，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口味，又照顾到全家人健康。Joseph。我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谢谢让我们一家人能够齐聚在一块用餐，也谢谢你让妈妈为我们准备那么丰盛的午餐，也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这个不能再拆了，他已经很老了，这边这个找一下，这边，看这边已经开始破了。这次搬到林口，有很多家具需要重新组装。竹恩主动揽下了家里所有组装的工作，没想到他竟然做出了兴趣。竹恩就跟我说，可不可以帮他找这样的工作了？他真的拜网络之事。后来我们就在林口大家庭泼了以后，林口就开始有人找销售组装家具。竹恩现在靠着组装家具打工，除了赚零用钱之外，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我剩一年半就要独立了。现在16岁，慢慢开始独立了，就是为未来准备啊。其实两个妹妹一直都很期待主恩可以早点独立搬出去。她想用我的房间呐、啊。我可以搬多美容，里面可能可以把我画作品放在里面。看没了，我每次带她出来，先把她带到洗手间，先让她上一下厕所。之前在台东一直都是把动物养在屋外，这次搬家考虑到这些动物不习惯生活在室内，所以只好将它们分别送人，只有鹦鹉被佳音带来林口。我带三只上来，然后有两只在这边都市飞走了，所以剩下只有这只 Millet。 鹦鹉很奇怪，一只很奇怪 的鸟，它有时候会自己在笼子里面就这样子躺着。喜欢动物的佳音现在只剩下一只鹦鹉，当他正感到遗憾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来了。一个教会的朋友，他们要出去旅行，所以他们就问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付你多少钱，你帮我带狗。所以我们就说 OK。有了一次经验，加上本来就喜欢动物，于是佳音透过朋友帮忙介绍，开始当起了狗保姆。虽然只是打工赚零用钱，但他已经做得有模有样哦。我都会自己看一下，它是什么品种，然后它是什么颜色，然后它多大，然后它吃的食物是什么食物，然后它的主人。除了照顾狗的基本作息，佳音还提供帮忙狗刷牙的服务，同时他也找妹妹天心当小帮手，把工作分出细项，然后将收来的钱按工计酬分给天心。洗澡平常是我做，也有时候妹妹会帮忙，也会帮忙照一下。然后遛狗早上平常是我遛，然后可能下午他会跟我一起遛，然后喂食物都是我喂的。他把
什么在里面的时候清干净，那边是赚最多钱，因为最脏。亲姐妹也是要明算账，天心觉得姐姐给的钱不太公平，因为那些狗有一些狗会去厕所里面上厕所，所以可能每天早上会洗厕所，因为都很脏，所以可是那个洗厕所很便宜，所以我洗厕所的时候给我很少，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一点。因为平常是刷厕所，我就直接做，没有算什么钱，但是我最后还是会给他很多钱，我会说哦，这样子是多少钱，但是我还是给他更多，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比较多。对佳音来说，现在帮别人照顾宠物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梦想。例如我很喜欢动物，很喜欢小动物，很喜欢动物，很喜欢小孩，但是我 还想要有一天可以再继续养动物，可能我离家的时候好有五六个小孩，然后教他们怎么养动物，养照顾人动物都有。马奇 no， 马奇不行。只要谈到动物，佳音就会怀念台东的生活。搬到林口后，虽然还有机会可以接触小动物，但总有些事终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很想念海乐，我们邻居的嘛，因为我们在乡下的时候，我们都会常骑它，然后摸它，帮它洗澡。在乡下，动物都是我们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然后邻居也有动物，所以我们可能早上起床都是动物。不止孩子们需要适应回北部的生活，其实要面对最大变化和挑战的应该是爸爸德健了。前年我要回来之前，其实那个时候的冲击跟挑战跟挫折蛮大的，因为当你的大部分的同学都退休的时候，你要重返职场，也就是说跟人家逆向行驶。外面对出去就是文化山路，视野还不错，而且采光也好。决定重返职场后，德健选择他熟悉的老本行——房地产中介。我记得刚开始当然有一点压力啊，譬如说我第一个案子在植物园旁边，因为我建中毕业的嘛，那时候走在植物园在发名片都觉得，怎么到了63岁，怎么混到这种地步啊？怎么还在这边发传单呢、啊？很多人会觉得，你还有三个孩子，怎么那么辛苦啊？那我觉得，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他，我觉得有这三个孩子，反而是成为我很大的助力、很大的祝福。因为这三个孩子，所以我没有往后看的权利，那个没有选择的力道会比你勇敢的力道还大。所以我最近发现是很喜欢工作，我说到这个年纪还有那么多事做哈，我觉得很大的祝福。退无可退也是一种祝福，而家人始终是德健最强大的后盾。那上个礼拜六，我们一家人全部出动，那一起来把这个房子整理干净，我还带他们三个去发传单。台大法律系毕业的德健也会运用自己的专业，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一般来讲，我们中介契约是定型化的契约，那有些东西其实对保护消费者来讲，他会有疑虑，修改这样的契约对我来讲不难，那我们就尽量去配合客户。妈 ，You usually play 321 and say hello。回到北部生活，想念台东的孩子们终于有机会重温旧梦。感觉很好，因为撕掉就感觉很好。天心，这是要把马骑到海里去吗？下一段马上回来。谁来晚餐？今天拜访的是在台东生活了9年多，2021年又搬回北部林口展开新生活的德健和他的家人。德健最近接了一个在都兰的案子，于是趁着这个机会带着全家回台东一趟。我妈刚才跟你讲知道吗？啊，你现在就飞上去哈，然后拍从房子这样拍下去，拍整片地。虽然销售房地产是德健的工作，但只要能帮得上忙，老婆孩子都会全力协助他。
那你就这样把它拍过去，这样就可以了。平常拍的比较好看，但今天风太大了，所以需要用比较快速的方式。对，今天如果说风没有那么大的话，啊，可以了啦。好好。卓恩在户外负责空拍，丽莲和佳音就在屋子里帮忙拍照。我拍的比他好很多，他比较没有概念。有时候可能妈妈 miss 掉几个部分，我就可以帮他补助。既然到了都兰，当然要去都兰山上的旧家看一看。啊，那个时候那个房子原本是铁皮屋，那刚来的时候啊，有一种逃难的感觉。当初是没有想要来的，可是我的太太和我的三个孩子非常喜欢这里。我第一次看这个地方，就觉得已经回到我坦桑尼亚家，因为这里有很多像坦桑尼亚一样的植物。刚开始因为怕山上有很多蛇，而且都是毒蛇，所以刚开始就养了最多到十只狗，然后又养猫，然后又养鹅，然后就开始养了一大堆了。啊，我来这边真的是受不了，有狗大便啊，鸡大便，鹅大便，什么都有。可是啊，那真的是我孩子的天堂啊。因为现在这里有人住，不方便进去。当时德建一家住在这里，所有用水都是从山下的一口深水井抽上来的。他只要一停电就停水，哦，那停水真的是要命啊。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可以说探险没有电没有水，会让我想到小时候在坦桑尼亚也有类似的纪念。对，当然这种生活会有一点辛苦，可是还会有 一种甜蜜嘛，美丽 的感觉。啊，谁理你啊？因为这个地方后来你才知道，大部分的事情要自己做。就是你读再多的书，你可能你到乡下来，其实你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当初搬到都兰时，三个孩子只有2岁、4岁和6岁。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东西都很有趣吧，所以我们就很喜欢了，很开心，什么都玩，鸡玩鸡，鸡呀鸡呀，草树，然后棍子，有玩就玩了。大家七嘴八舌都想抢着说话，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走在旧家门前的路上，从前他们经常在这里边走边背诵圣经。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只猫是我以前养的，它以前是那边流浪的一只小猫。在都兰山上住了2年之后，德建一家人就搬到了成功的海边。趁着这一次全家来台东，就顺道过来看看咯。在里面比较是那个我们的房间，然后外面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课的地方，对啊，就画画的地方，对啊，所以我们可客厅在外面。成功的老家现在这里是一间餐厅，跟以前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以前在这边养了好几只宠物，鸡、火鸡、兔子、狗、猫、刺猬、蜜袋鼯、鹌鹑之类的虫，而且也有鹦鹉。三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快乐童年。说起从都兰搬到成功，也是有一个奇妙的缘分。有一天我们就开车经过这边，看到这边很美，我们就开进来了。他们三个孩子就说他们要住这里啊。所以那一天我就站在那边祷告，主啊，可不可以让我们住在这里？那我那时候心里想，哎，那住这里的话要去哪边工作呢？啊，买东西方不方便呢？啊，台风来了怎么办？啊，他们都不用想这些，他们就说他们要住这里。哦，因为我真的不会想那么多，我觉得台风没关系，就好好的躲起来。小朋友特别喜欢台风一天，因为都很不一样，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可以一起吃个比较好玩的东西。对，小朋友真的偶尔喜欢冲出去玩。他们本来就是野孩子啊，那在大自然里面，其实孩子的那个生物性格会比较强一点。都 take 起嘛，都 take 起。住在成功的时候，夫妻俩为了让家里有钱进账，决定利用寒暑假开办了美语生活营，让一向自学的孩子们也可以借此认识一些新朋友。我们那个营位的收入本来就不能 cover 我们的生活需要。努力开源还是入不敷出，因为一直在吃老本，德建很担心，但丽莲却觉得并没有那么糟。我太太好像都
可能不知道开车要加油，因为每次啊车油不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去加油，然后他都会觉得到很少很少的才去加油了，就是那种对，让他 empty 才 fill right。感觉听起来就是历年是离得比较乐天，不是比较，是很乐天。乐天 ，Happy Day，Happy Day。生性乐观的莉莲在2002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来到台湾，没多久就认识了大她20岁的德健，交往两年后就回到莉莲老家美国结婚。我就是非常非常爱她，所以我当初才会追她，是因为那种情愫是你没有办法理解的，你也不用说，你就是非常会去关心，非常会去爱一个人。好 ，prove， 好 ，prove。How do you say? Can you give me a word? 难得，就是缘分。圣经说，婚姻就是一个奥秘 ，fall in love， 然后结婚，然后发现，哇，我们那么不一样，文化、年纪 ，everything， 所以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就是事实不一样，所以下一步呢？因为我个性比较直接，比较急，所以通常发就是说启动发怒的人是我，负面的通常是我。那真的是我常跟人家说啊，我说他个性非常非常稳定，那可能也因为有信仰的关系吧，要不然这个婚姻啊早就被我搞砸了。就算个性稳定，在婚姻最低潮的时候，莉莲也是会爆冲。那就好算了，我们做别的，去别的方向。可是每次讲到这里，好，我带小朋友回美国啊 ，no， 小朋友留在这里。我说到一个好像卡住，我们就要继续。可是这种话不是真正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永远的一个 promise， 一个 covenant。难得回来台东一趟，大家都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太想念了。一年多了，真是想念这个整个环境，想念我的好朋友 Lucy。This coffee is perfect， 每一次来都是完美，所以一定要来这里，因为这是算是我的 second home。以前在台东的时候，莉莲每个月都会给自己放一天假。这里就是他放假时一定会来报道的地方。我对妈妈来讲，这个负担不断的每一天有会真的会累，是有一天就决定，哎，我们试试看，给我一个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就是妈妈 day， 我可以出去，可以稍微花多一点钱吃，是稍微好一点，然后不用想任何的管小孩、煮饭、工作任何的事情，我就会先来这里读经，然后读完就看书 ，and just sit， 然后找别的地方吃午餐，然后慢慢下午就开回家。江英和天心想要去探望住在成功旧家隔壁的好朋友。我不知道，可能他可能不会听我的话，因为那么久，他忘记怎么听话了。原来他们的好朋友是这一匹漂亮的白马海乐。好，他们在刷马，要骑马之前把它刷，刷刷干净。好久不见的感觉。就像回到过去，孩子们又可以快乐地骑着马。我们也发现，德健经常拿着手机，随时记录孩子们的生活点滴。佳音骑着海乐，顺着一条下坡的小路，慢慢来到海边。去都市，我们都很想念在
海边骑海的。对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下次来是什么时候啊。现在知道要多珍惜我们跟海乐的时间了。学会珍惜，总是在告别之后。都市也没办法有像这样的嘛，所以我就觉得离开也很难过。但是有时候在林口，我想到就哭一下。我好香哦。然而阵痛之后，往往就是成长的开始。因为我觉得应该到都市了，但是我还是很爱乡下，所以我最好就是可以常常回来。我会想念他，可是不会想要回去。我当然会想要回去，可是我会想要再住在台中一次，因为我也喜欢林口，因为现在林口感觉是家。很久都没有开这帆船了，也还蛮想念的。I need a system without bullets that just goes. 主恩两年前跟小飞老师学开帆船，自从他离开台东就没有再碰过帆船。虽然想念这里的生活，但当初最想离开台东的也是他。对啊，就是时间差不多，因为要升高一啦。高中应该要在都市啊，因为都市学习机会比较多，自学那个资源啊，学习资源比较多啊。今天风很大，今天应该会下水了。在小飞老师的协助下，一切准备就绪。这次久违的航行，竹恩早就迫不及待，当然一点也不意外。就像他自己说的，最后还是翻船了。竹恩从小就喜欢船，这艘船就是两年前竹恩跟当时的学员一起做的。想自己坐船应该不会太难吧？不会，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技巧比较不是在量很前那个技巧，是就是你要你每个细节你一个不能忘记。我觉得我们学生应该忘记好几个，因为我们离开后，他会就把我们做的先看过一遍，把它修好。这次回来台东，就像重新整理了一次心情，大家都变得更释然了。这次回来就是有一个完成的感觉，因为离开的时候没有机会跟一些朋友说一声再见，就像小飞老师啊，所以这次回来就做一个结束。我们很开心可以任教，可以任才。最想念的还是最好玩的就是骑马。这次回来的心情好像对回到家的感觉。回来以后发现了，其实还自己还蛮想念这个地方的。从东漂变北漂，一家人的生活适应得如何？江英跟天心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呢？下一段马上回来。是他们写功课的时间，然后他们可以学。谁来晚餐？今天拜访的是从台东搬到林口的德健一家人。数学我比较喜欢数学，先写数学，再写英文，再写中文，再写。差不多。因为是在家自学，三个孩子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地方，在网络上上课。妈说先写中文，再写英文，可是我比较喜欢写英文，因为英文比较简单，所以我会说想要先写英文。所以妈可能说英文写一半，再中文写一半，再英文写一半，再中文写一半。竹恩正在上一个国外网站上的课程，历史、神学、文学、逻辑的四合一课，也是他最爱上的。我现在在看的是关于地狱的，所以他就在教一些，就是这个比较属于神学。三个孩子除了在家上课，也会在外面或到所属的学区学校选择他们想上的课。上次我有讲，我们梳头发的时候要从发尾慢慢的往上梳，梳到发根，哈，这样才不会打结。天心喜欢美的事物，没事还会玩自己的头发。
于是爸爸在林口国中的高关怀课程中帮他安排了一堂美发课，因为佳音也想学，就跟着天心一起来上课了。对，我们现在要上变棒，所以我们要分个五到六区，然后记得夹子碰到头皮，但是不能戳到头皮。高关怀课程是学校透过一些技能跟才艺课程，吸引那些不爱念书而经常翘课的学生愿意回到学校上课。美容美发课的学生其实都不多，可能就两三个而已，那他们也会常常会有突发状况，睡过头或者是很多事情这样，然后就不来学校上课。因为同学又缺席，今天上课的就只有天心跟佳音。其实他们是比较特别，是他们自己想要来上这个课，我觉得他们每次来就是感觉他们还蛮期待来上课的。因为我有很多头发，就是可以学不一样的方法来绑头发。除了美发课外，姐妹俩也很喜欢画画，尤其是天心，家里到处都有她的作品。这是自己发明，这样子是自己发明的。And good boy。谁知道画着画着，他们就开始玩起头发。Okay. One time. No, just look forward. Look forward. No, just look. Yeah, like that. Like that. Okay, don't move. Okay. 所以先分成四条。老师教我们要一上二下三上四下，所以很容易记住。四股你手就会开始打结了，所以五股和六股就更恐怖。天心还想要画，但姐姐在帮她编头发，不能乱动。于是他就把脑筋动到自己脸上，一边编头发一边在脸上画画。这还不够，他们还想再加一点别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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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给啦啦啦啦啦啦啦。有时候丽莲会接一些英语课程的录音工作，由于最近出版社需要小女生的声音，佳音和天心想要试试看，所以丽莲在床上隔出了一个简易的录音空间，打算先录制一段 demo 带提供给出版社试听。Testing, testing. The hens and the cow and the sheep got very upset. Okay, stop. Now, ready and slow down. The hens and 母女三人窝在床上，不说还以为他们是在玩什么游戏呢。Okay, so ready.And go. Wait for me, I'm coming. Wait, I'm coming with you. Wait for me, I'm coming. I'm coming too. That was perfect. Okay. Oh, no. What? What's that? I know. What's that? I know. You know. At the very end. 他喜欢讲话。这不好。对。所以讲话可以赚钱。嗯，讲话赚钱，唱歌又赚钱，这样子不是很好吗？赚了钱以后会做什么？买白蜡给狗吃，or buy a kid Maltese， or 买巧克力。在林口来说，这边的空气比较好，然后走这条路可以流汗。从年轻开始，德健就喜欢登山跟健行活动。自从来到林口，他几乎每天都会到老公骑步道报道。刚开始来这边走的时候蛮孤单的，然后后来就每碰到人我就约每次碰到人我就要。德健原本只是想找人作伴一起走，没想到新认识的这群朋友竟然改变了他。看到他刚开始就一板一眼吧，对，不能开玩笑，对，他会吊起来。踢出群组说这个太吵了。你想象哦，一个群组才八九个人哦，一天有三四百个讯息哦，他都来不及看，他说重点放在记事本。认识他们以后，未来可以预见啊，我觉得在，当然不太可能像他们那么有活力哈，跑那么多地方啊，可是会让我的生活会更丰富一点，而且更有趣味吧。搬到林口一年，德健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也建立了新的生活圈。那丽莲和孩子们对新生活会习惯吗？在乡下，我们一定要开车去便利商店之类的，所以我们只能等要去镇上才能坐爸妈的车。
但是在都市想要买什么就可以自己出去骑那个 U bike 就去买，自己去买，这边就可以，就像是就在外面就有 High Life， 还有像可能来台北还是来林口，可能会下去比较多，就会变很胖。有变胖吗？变大，长大。我觉得来林口很好，因为我可以多陪他，多帮他做他的中介的工作，就是一些小小的，帮他拍照，然后一起去看一个房子，或许帮他拍一个影片。其实当他看我就是努力做一些小小的，他心里会比较，你可以说比较安心。对他来讲，变成他觉得，哎，我也担心，他有感受到我的付出，对。那边就停在外面，那边没有停车的地方啊。通常在寒暑假或孩子们比较空闲的时候，就会由他们来做饭。刚好今天他们要准备午餐。德健带三个孩子骑上 U bike 到菜市场买菜。啊，那1100，那么贵。买个，先买这个 potato 就好。他买几个？三个。四个。你等一下好阿伯，他要煮的，下次他要自己来，所以他要来拿来看。希望不要迷路就好。我不会认路，谢谢。走了。今天要做的是主任指明要吃的牧羊人派，而且他们是第一次做。Onion， 他们这里，500 grams。三个孩子七手八脚的，很好奇，不知道最后做出来会是怎样。虽然帮爸爸准备了他要吃的鱼，但德健也想尝尝看孩子们第一次做的牧羊人派。我吃的比较简单，孩子他们吃的比较有趣嘛。然后我尽量吃食物啊，不吃过多。爸爸，爸爸，你跟我们去买的，这个是食物。他就是不喜欢吃太过就加工的东西，所以他喜欢吃那个食物，原来就是鱼啊。菜啊，鱼啊，菜啊，饭啊，直接吃。不同的文化放在一起，会产生新的火花。而这个包含台湾、美国及坦桑尼亚的跨文化家庭，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会怎么理解 ？I am half half， 一半美国人，一半非洲人。台湾很有趣，因为我已经我住在台湾的时间已经比非洲跟美国多很多。所以，对，我也是台湾人。哪一方面呢 ？I don't know。我没有特别属于其中一个文化的，但是比较习惯台湾的。我会说自己是台湾人。我们做事也有想，有点像非洲美国人，但是我们住在台湾，觉得像家。对，我觉得我是非洲美国台湾人。像咖啡色，不是绿色，不是蓝色，不是红色，就是咖啡色啊。它不可以咖啡色混完的时候，不可以再把红色、绿色、蓝色拿出来啊。然后我也不需要去想说我到底是什么的，我就是台湾人。可是他们不一样，就他们这种第三文化的孩子，他们一辈子都要去寻求他们自己的认同。那他们会认同哪个地方，那是他们的工作，那我们没有办法帮他的。这些年，德健感受到人生本来就是一条不停追寻跟探索的道路，也会在路上不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其实我去台东九年多，陪伴孩子这十几年，我也在存老本啊。就是最近我把所有的照片全部都放在云端的时候啊，的过程啊，我就看很多照片啊，我就发现了、啊，哎呦，以后如果说老子不能动的时候啊，可能最愉快的事情就是看那些照片吧。你以为你先记得有的没的啊，后来可能成为你最珍贵的老本。离开台东，很多东西都带不走，但是那些已经习惯的却一直跟着你。我们刚开始里头是在去台东嘛，在都兰嘛，在山上，那时候不知道去哪边理头发。Sorry. There we go. 然后我就当白老鼠，很习惯啊，他知道我要。
他知道我要剪什么头啊。他的期待没有那么高，只有两个角落，他要我，他要我弄 smooth 一点 ，right here, so cute 。我最喜欢就是他留长一点的胡须 ，but hey, thank you， 刚好今天好 finished。这个叫无咖喱。I need you guys desperately。为了欢迎来宾，莉莲要做家乡的拿手菜。到底是哪位来宾前来赴约呢？下一段马上回来。今天是神秘嘉宾上门的日子，莉莲打算要做小时候常吃的东非菜招待来宾。对，这个就是我的国家坦桑尼亚拿手菜。鸡肉和汤，你出去就是汤，然后鸡肉就是苦苦，所以希望今天我可以做像我妈妈做的一样，不一定，不一定 ，we'll see。And mix it really well in here, okay? Yeah. What? So say what? I need Parmesan. Just 凭感觉 ，just go by the feeling. Oh, oh, oh. Do I already put this in?我的大目标就是让这个碰起来不容易，因为水分要刚好 ，everything 要刚好。There we go. Beautiful. 一桌好料终于准备好了，来宾的脚步也正慢慢接近中。来宾快到了，虽然不知道谁会来，但大家一点都不紧张，所以调皮的主恩就制造出心跳声来增加一点紧张的效果。欢迎，答案揭晓，今天的来宾是曾经获得金曲奖及金马奖，同时也是创作《谁来晚餐》主题曲《晚餐》的阿美族歌手舒米恩。第一个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去都兰，因为我本身是都兰人。其实我最怕的是我英文很差，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讲英文。舒米恩显得有些腼腆，而且又遇到了不太嗨的这家人，让本来就很冷静的场面瞬间变得有那么一点尴尬。OK， 我们来吃饭。好，谢谢你，谢谢你，来宾愿意来跟我们一起用餐。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阿门。OK， 来。So first， 可能是因为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加上美食当前，餐桌上的气氛已经没有像刚进门那么尴尬了。啊，拿出最好的方法。好，你可以讲，你可以讲。讲完 ，OK， 就平常把饼。哎，我会先泡汤，但是他们会无聊的直接塞泡汤，这样子，这样不行。Okay, no, it's the bes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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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手不用那么脏，你可以这样子塞。Okay, anyway, you know. Okay, 我们的方法没有一个人一样的啦，所以说明你也不要管人家。好啊，我有点困惑，但是好像每种吃法都可以，因为料都是一样。Yeah. 对，重点要吃饱了。当话题转到都兰，舒米恩就慢慢地跟大家拉近距离。我们九年前在都兰，然后住两年，后来搬到成功，住七年。成功住哪边啊？住和平部落。哎，我外婆是和平的，她是和平里，那边没有小朋友，他们人都是老人。对对对，嗯。最年轻的60岁吧，最年轻的。哦，所以我们生活经验有一些重叠哈。我们那边的家。院子很大嘛，然后下面有地方，所以常常有小朋友都跑到我们家来玩。对，我们蛮欢迎附近的小朋友到我们家玩。小时候其实那边就是都是固定的人，很无聊，因为人就这么少啊，而每天就碰到都一模一样的人，所以你今天跟他吵架，明天不想跟他玩，可是你明天还会看到他，但是过了后天你还是会继续跟他玩。黄德健一家人曾经在台北搬到向往的东海岸，而舒米恩却一心希望离开那里，到大都市去探索。
我一直觉得全台湾最厉害的人都在台北，对，跟那个是没有网络的年代，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要做音乐，我如果有机会去哪里唱歌，然后被那个厉害的人看到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些发现。其实我那时候很想要去赚钱，我刚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家里没有钱，然后但是我不敢做服务生，因为我那时候的我很不会跟人家讲话。你不要看我现在这样子，很像很厉害的。我那个时候很害怕，也很抗拒。我大概只能做那一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种风头，就是哭泣的，然后穿娃娃的衣服那种样子。我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不要有人家来看我，就可以很自然。对，然后还有做过那种帮人家。你知道台湾人死掉的时候要有那个中国的乐器，我那时候我是吹什么？我是吹曲笛，我真的没办法，就是遇到人的工作就不知道那个害怕，反正很多自卑的那个心情会被放大，就不敢也不想面对那样的事情。现在谁来晚餐的片尾曲《晚餐》就是舒米恩以《如果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的方向去创作的。这个如果是最后一个晚餐，也就是要这个现在了，我就先把这个话讲出去了。虽然我不确定我做得到做不到，但我知道只要是当下讲的，至少我确定我在讲的那一刻，我的心情跟我的包容是在那一刻，我已经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就是试试看吧。就试试看，对，趁现在，趁现在。没想到就趁现在这个话题会在餐桌上发酵。大家都在想，如果今天是人生最后一天，该做什么呢？我就先把这个东西先吃完吧，再说。应该先告诉大家我要走了，然后把我每个东西先来 sign 给大家，是谁可以我有我的钱、我的动物东西，然后再跟神祷告，希望我不会太怕。跟妹妹差不多，但是我应该会花大部分的时间跟爸妈聊天嘛，就是可能一些。之前以为不重要的话，可能会跑。对啊，可能想起来。最后离开之前要说啊。我可能会跑去公园报告，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到死，再回来然后抱抱，然后再见，然后面对上帝。大概三十年前还没有结婚之前，我的遗嘱就写好了。嗯。会玩。Yeah, yeah. 我先写的不一定会先走了。Yes. 我常常跟人家这么说。所以我后来写了几次吧，后来又改写了几次，因为后来结婚了嘛。对，然后如果剩下一个小时，其实再交代一下，然后唱个歌就可以走了。哇，唱哪一首歌？唱 Time to say goodbye。说到唱歌，全家人都会唱的是舒米恩的《不要放弃》。哒哒啊，是啦 ，See it is。OK， 好了。Hello。哒哒。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事情，比如说明明就很累了、很痛苦，那你还要去打篮球、打输了，可是还是要去打球，还要就再打一局啊。再打一局，打到赢为止。一个原因是你没有继续，你会应该对自己失望啊。第二个原因，你放弃，人家没有放弃是很丢脸啊，别人的眼光。以前台湾哥哥会玩牌。哦，对，就是我们会玩大老二，对不对？所以我很想跟爸爸玩，但是我不太爱玩，所以爸爸不太想跟我玩，所以他跟我说我输了。就做十下伏地挺身，第一天我做了100多下，对啊，你输十次，对啊，至少，对，就一直玩啊，因为我想玩啊。那天输得很惨的，后来休息几天，但是又回来跟爸爸玩了。几个月以后，当他开始赢我的时候，我就不跟他玩了。对，因为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下。哇，你现在当兵很快，当兵现在很多人不是没有人可以做到100下的那样。百花齐放啊，尤其是他们在用餐的过程中，
那个五只须呀，苦苦到底要怎么吃？五个人有五个人的吃的方法，我只能觉得，哎，我到底要选哪一个？然后爸爸说这个方式，妈妈说这个方式，儿子又说另外一个方式。后来觉得这家人蛮包容的。但是我觉得他整个的表现就很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谦卑啊，然后他讲他愿意面对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愿意试很多不是可以说不是传统的一些工作，让我觉得很佩服他。啊，今天看到书名，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那是一个很棒的提醒啊。不是因为你以为你的心一直在台北，可是毕竟你生命转弯跟重新开始的点在都兰。就是看到他那么早出来工作，就我觉得我也应该不会有太，应该不会太苦吧？是有点 inspire， 是有点 inspire 的感觉。对啊，应该是刚才我们在聊以前在乡下，我们在成功都兰的时候在玩，我觉得那个话题比较好玩。对，也是。你少来，你根本就跑掉了。对，你为什么跑掉？看电脑。你是在休息？也是休息啊，人在休息，就是看电脑。太阳天去海边，小时候老泉笑得多甜，长大后忙得没有时间，太多的沮丧的脸，人之间爱和怨，填满了紧张的所有誓言，以为的幸福在晚餐之前，却悄悄地不告而别，谁能选择这样的缘分？Other people break down too, so it's sort of like a hot one. Yeah, hot one.